猪，还有猪，还在呼呼呼呼。听说今天会有一个新老师。当时家族任务他欠账有两只书，所以来到鬼岛学院进修部。呜呜呜，爱在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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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为了正式完成任务，爱在呜呼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进修部导师孔福芝，大家可以叫我芝芝老师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愉快的度过三个月吧。好，老师。原来地府和人间的学生都一样。现在开始点名哦。第一位，女鬼金妹。老师，金妹在这里。啊，你是班长啊？那我们要以后要多帮忙哦。好。老师，我也可以帮忙哦。你是？我是从石像里面变成的妖怪，我叫石生。哦，石生啊。嗯，老师，我什么忙都可以帮，尤其是漂亮的女老师，我什么忙都可以帮哦。石生，回到位子上坐好。喂，下一个，教师，大喊：是老百姓，我乃堂堂镶黄旗钮祜禄氏贝勒爷的子，生平最讨厌被称作僵尸了。以后可得注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贝勒，我叫你贝勒可以吧？贵安吧。下一位，山妹小红。小红，我喜欢小红。哎，叫你吧。听到了，我就在这里啊，好瞎哦，叫什么叫啊 ？Hello， 地府阿赖。对，可爱的红衣小红。上课不可以直播哦。谢谢黑舞小哥哥送来的彼岸花烟火，小红爱你哟。小红把手机收起来。这就是我们进修部新来的老师，那在我们下跪前，让我们来一起唱唱唱什么？来到鬼岛学院进修部，看看我们不久会举办寿司舞。
好久不见，芝芝，一别多年，你也变成孔老师了。你是曹野游？芝芝，你该不会忘了老同学吧？嗯。听着故事。